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期视频主要是比较厚的棉服还有外套，所以我试穿的时候有一点肿，希望你们不要介意。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今天特别的神采奕奕，闪耀夺目，美丽动人？因为我涂了完美日记小粉钻 A04 色号。它这个系列的包装特别可爱，就是粉粉的，然后它的质地属于我觉得还算是比较润的，就是适中，很好涂抹开，然后上嘴是一个哑光的妆效。这个颜色是我这个系列里最喜欢的一个颜色，就是它是一个很秋冬的砖红色，非常显白，然后也很适合黄皮涂。而且我今天是中午涂的，就现在到晚上都没有那种拔干的感觉，就非常爽。下面我来手臂试色一下，这是 A04， 这个颜色真的很好看，这是一个胡萝卜色，就很少女。这个颜色是那种有点巧克力色的感觉，很御姐的一个颜色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视频。是一个棕色的长棉袄，我觉得棕色真的很适合秋冬。然后这个棉袄是一个小熊主题的，就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小熊刺绣，然后它的帽子还有这种白色的绒毛，还有两个耳朵，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幼稚。然后它的袖口这边是一个可以收紧的设计，就不会漏风。这里腰还做了一个这样的抽绳，就是可以收腰，前面就是拉链和纽扣，比较常规。但是很诡异的是，它只有最上面这个纽扣和最下面这个可以把它这样扣起来，中间做了这么多纽扣都是摆设。它这个里面我看了一下，就是感觉固定的还比较密实，应该不会跑棉。然后整体衣服厚度的话是适中的，南方过冬应该没有问题，北方可能稍微有一丢丢薄。这个马丁靴是5个孔的，就比我之前那个8个孔的要百搭很多，还显高。它是牛皮的，特别软。然后它里面本来好像就是带一点增高的鞋垫，然后我还自己垫了一个增高鞋垫。关键是垫了之后，它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压脚背，就可能是因为它这个面料比较软吧，比我之前那双要好很多。我自己还蛮喜欢这双鞋的，因为它穿起来真的很舒服。是一个两面穿的棉袄，我第一次买两面穿的棉袄，还觉得挺好玩的，感觉自己用一件的钱买了两件，血赚。然后这个胸针是买衣服送的，哇，这个胸针真的很可爱，巨可爱，而且百搭，可以用在很多地方。这个棉袄的面料比较柔软，就软乎乎的那种。这一件的性价比很高，就比较便宜。其次是它还有情侣款以及别的颜色，粉红色什么的，就可以满足您的各种需求。这个下面配的这个裤子我要说一下，这个裤子我也是在他们家店买的，就是他们家的一个官配。这个裤子我今天是第一次穿，我觉得上身效果还不错，但是我看了一下评论区，就是很多人都说这个裤子会缩水，而且是缩的比较厉害的那种，所以如果你介意的话就不要入手。他们家有出一个新的面料的相同款式的裤子，但是没有米白色了，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，据说那个新版的是不缩水的，好吧。安静的人想很多，说话的人专心说，上班的人在五楼，下班的人活得自由。勉强的人不快乐。这一件就是一个雾霾蓝色的短棉袄，这个蓝色真的很好看，就是那种特别正的雾霾蓝色。然后它的帽子这个地方还做了一个小的撞色。这件棉袄的面料相比于其他几件来说要偏硬一些，它有点像那种冲锋衣的面料，所以我觉得保暖性可能会更好一点。这个颜色在冬天我觉得是比较亮眼的一个颜色，然后它的整体的版型穿上其实就是那种面包服的效果。
这个纽扣是也是这种雾霾蓝色同色系的纽扣，然后它这个就是最上面这一颗就是可以扣到脖子这里，就很暖和。这一件的厚度我觉得还挺厚的，实用性比较强。这个棉袄的话，其实我去年就买了，但是我看它今年就再犯了，所以我就把它拿出来了。这个棉袄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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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实用，它巨长，所以冬天的话你会经常穿到这个棉袄。比如说我去年冬天就一直穿着这一件过冬都可以。它的这个领子是这样子的，毛毛的，很舒服。整体是一个天蓝色，这个蓝色很好看，就很嫩的那种。然后这里还有这样的两个毛球，然后它里面这边固定的超级好，就没有跑棉，我穿了一年都没有跑棉。袖子这个地方它有一块这样的白色的，像补丁一样的，就很可爱。这件衣服我自己很喜欢。就是一个羊羔毛外套。其实这个羊羔毛外套刚到的时候呢，我不太喜欢，因为它浮毛很严重，而且穿上的身感觉有点显胖。但是我今天试穿的时候真香了。整体的话，它是一个很温柔的杏色，他们家还有咖啡色，就会酷一点，我觉得也蛮好看的。我一个朋友是买的咖啡色的，它这个领子这个地方是有这样的一个扣子的，就很酷，很社会。其实它最主要的功能是保暖，就是冬天的时候你把这个这样一扣真的超级暖和，就不用戴围巾了。它的下摆这个地方也有两个这样子的一模一样的设计。这件整体的版型非常大，然后因为它是这种毛质的也会很显胖，所以这一点就不太好。